双溪东山是否需要支援？双溪东山呼叫动量，向着人柱增加，请指挥中心加派救护车支援。快点！
就是以后想回头的理由，什么都没有用，爱是唯一的挽救。我不怕爱的过火，就怕没人懂我，却听见心在大声呼喊，到底谁说爱要解脱，伸出手带我走，找到下个出口，让寂寞放过我，我们握住双手到世界的尽头，看清楚、oh yeah, 你不必想太多。谁说爱要结果，伸出手跟我走，解开心中迷惑，让冷漠都逃脱，我们握住双手到世界的尽头，让我爱、yeah, 从开始到最后、不是哦，休假回家睡，不要老窝在分队长办公室。哎，这里舒服啊，有空你也来坐一下吧。有一天我会的，不过是以分队长的身份。下去。哎，今天救护是我执勤，哎，你去休假啦。两号，两号。民权九幺救护，谢谢谢谢啊啊！谢谢各位这个所有的媒体朋友啊啊！今天是大喜之日啊，是我们电视台啊。这个准备推出我们的秘密武器，也是我们八点档新闻的主播，他不是别人，他就是我们的李佳佳。哎，欢迎欢迎李佳佳小姐。有些心情已来临，习惯走进人群里，眼前人影双双对对，握紧手指，感觉是疼，失去你手的联络，掌心却痛了寂寞。民权分队吗？民权值班队员陈胜明，你好。一个百货公司火警哈。需要资源，好，我马上回去。哦，好，那你忙吧，我再跟你联络。
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大火？一五个小时，怎么还需要支援？现场面积太大，突然发生爆炸，已经有9名消防人员严重受伤。安娜，又有送水来在，保证大火变小火，小火变没火。泪水滑落之前，再多看一眼。 刚下现场，热死了，这是什么鬼天气啊？你刚有没有看电视啊？看了。你觉得我表现得怎么样？作为一个记者来说很好，但作为一个男朋友来说，你表现得很差劲。不要这样行不行？工作嘛。你不要老是拿工作当借口。我问过了，今天不是你的班啊，你跑去做连线就是为了抢新闻、抢功劳。 还是分手吧。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啊，送水来，水一送就来，对不对？对。真是幸运。
伯一开始是在我们这一边，有个受伤的兄弟，就有可能是我们其中一个。他为什么老是在泼人家冷水？我跟你讲，不要管他，他个性就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可是也不能老是这个样子啊。为什么我要洗澡的时候就没水？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看你改个名。叫什么？等水来。水没来。他妈这些外道人干嘛？你水来了，给我丢！拿来炒。好男人、坏男人、烂男人 ，Caesar， 你们都一样啊！分手就分手嘛，害我会难过吗？这种工作狂啊，连跟我约会的时间都没有，我干嘛要跟他谈恋爱啊 ？Caesar， 你说对不对哟？你今天休假？你们俩以前不是同学吗？要不是我先去念兽医系啊，他早就是我学弟了。哎，都一样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千金难买早知道。你们以前是同学，现在调同一个分队，算是有缘了。哎，是我先来的好不好？他调过来的啦。还不都一样？你们两个很怪哎，以前是同学又认识，为什么你每天见面要像仇人一样瞪来瞪去啊？那是他的问题，你不要说好像是我的问题一样，可以吗？我不是针对个人，愚公呢，我是小队长兼代理分队长，我有这个干嘛？上个月的水电费。阿手，我们俩是兄弟耶，兄弟干嘛计较这么多啊？你想想看，你常吃我的泡面，我有没有跟你算过钱？你每天早上喝我牛奶嘞，水电费。我是不是拉肚子吗？水电费，水电费，回来我再还你。等一下，气垫完冲完之后，等到有人如果掉下来的话，我们准备要救人。阿手带人上去九楼，你跟他上去，去劝阻他。有什么事用无线电跟我讲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小雪，小雪，不要怕，救你了！快点救，快点救！好，我知道，先坐。哎，不要把我们进行公墓！干什么？不要动我机器！准备担架救人，准备救人！小姐，
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你还好吧？小姐，你们小姐，根据可靠的消息指出，该名女主播由于是感情因素，一时想不开跳楼轻生，所幸在场的消防人员打起了救生气垫，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而她自杀的原因，本台还会为您做追踪报道。小孩怎么办？你谁啊？你凭什么教训我啊？我是消防队的，马上打119。好，先生，麻烦你帮我把这只狗赶走，小心它会咬人哦。请问你们有没有毯子？有，我去拿。守在我们家门口，经理气得跳脚，你爸妈急着找你之外，一切 OK。 哎，你为什么要自杀？我没有要自杀，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，不是自杀是什么？
我辛辛苦苦送衣服来给你，你总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跳楼吧？我没有要跳楼，我不过想帮狗狗洗个澡，然后到天台，谁知道风大，砰的一声把门关起来了。我上面没有带手机，所以我就……哎，下不来也不能跳啊，十楼哎，你以为从一楼跳到地下室啊？我以为我可以的 ，OK？ 那我还是帝都狼哎，拜托，你知道现在各节的新闻都在播放跳楼精彩画面哎。还有在猜测你跳楼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那你呢？有人说你被男朋友抛弃了，想不开。我哪有？哎，连 Zabby 都出来证实你们跟分手，你还说没有？好，我承认我们分手，但我不因为分手而跑去跳楼。所以还有一种说法，是你为了提高知名度，自导自演。还有人说你有忧郁症，所以有自杀的倾向。还有人说，还有，没办法啊，新闻台太多了嘛。哎呦，谁呀？喂，喂，经理啊，佳佳，我也在找他哎。是，嗯，经理在，再见。经理怎么说？叫我想尽办法找到你啊。你找一找，找一找！我花了五六十万办的记者会，新闻在哪里？啊？不用找了，没有就是没有。公司花了整整一年培养你，怎么你一个下午就全搞砸了？你是不是节目部派来接戏要搞垮我啊？啊？啊？我已经从节目部调到新闻部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，大姐？经理，那真的是个意外。我只要帮我们家狗狗洗澡，我真的不要说了。我宁可当作是你分手而心情不好，我也不要让别的台认为说我们台用了一个笨蛋当主播。你以为你蜘蛛人啊？经理，这样好了，我会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今晚上上主播台的时候，我会好好把这件事解释清楚的。哎，大姐，你出了这个事情，你还要上主播台啊？经理，你先休息一下，等这个风头过了再说了。经理，去吧，去。根据消息来源指出，李佳佳原本要担任某一台的电视主播，不过现在由于感情因素闹出了自杀的丑闻，因此现在该台已经紧急的停止了这个。你当时是怎么处理的？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规定吗？我根本来不及作业程序就走完了，要不是有记者在那边，我早就救到人了啦。你不要推卸责任，救人是我们的职责。你让人在你眼前坠楼，就是不对。哎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而且底下还有气垫啊。摆气垫是为了预防万一，不是拿来给你当借口。而且那种高度摔下来，还是有可能受伤，你不知道吗？我。这次可以说是运气好，那下次呢？还是靠运气吗？救助工作靠的是战绩，不是运气。你昨天又不在现场，你根本就不了解状况，好不好？我不了解状况，也好过你不进入状况。哎，我到底哪里惹到你？你为什么老是找我麻烦呢？你们俩干嘛？刚才中队长打电话给我，我已经被 K 得满头包了，两位。给我点面子，不要吵了，行不行？好久，你休假吗？我们去好了，好好休息。跟他已经两个人，你们装的那个公司已经先发了。
你又说洋葱炒蛋了？不会吧，有这么伤心啊？哎哎哎！我被晋升主播台了，我听说了。真的没有要自杀，可是全台湾都看到了耶。你觉得我是那种会为情自杀的人吗？嗯，我不过是要帮诺诺洗澡，然后顺便上面大喊几声了。我知道，你再怎么难过，了不起就剥剥洋葱哭一哭嘛。可是那个 David 啊，竟然开记者会，把你们分手事都说出来了耶。所以呀、啊。这个根据电话民调显示，相信你是为情自杀的56%，炒作知名度的17%，还有你有自杀倾向11%。我看你这次啊，是跳到黄河，不，跳到淡水河都洗不清了。我真的没有，我知道你没有，可是所有台面上的证据都对你不利。唉，除非你可以证明。干嘛？我知道有人可以证明我不是要自杀的。谁啊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不过我是要去那找他。小姐，你有发烧吗？还是你有去过大陆，或者是东南亚？我帮你量体温好吗？我没有 SARS。啊！哦。李小姐，请问一下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想找人。清白的，可是新闻都说你是那个那假的、啊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我还叫你把我拉上去，记得啊。那不就对了吗？哎呦，反正我拜托你帮我作证，你是消防队员，说话具公信力。要是你肯上媒体，观众会相信你，我老板会相信你，我父母也会相信你。拜托你了，李小姐，为民服务是我们责任。我也很乐意帮你作证，可是我现在执行哎。哎呀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都准备好，走，来。啊？等一下我会发问，你只要对着镜头回答我就可以了。准备好了没有？预备，5、4、3、2。哎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再一次哦。李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出行了。喂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就麻烦你在这边稍等一下。嘿，哎呦！哎，等我，等我啊！两号，两号，明天9号出行。
不会来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没关系，你尽量深呼吸，然后跟着这位先生做。慢慢来，深呼吸，吐，吸气，吐气，放轻松点，吸，吐，老公跟着一起做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对对对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医生，你看他那些检查，那个 X 光片看得出几次消肿？你看，从这 X 光片呢，我们就看得出来呢，里面呢总会有气胎。请问一下，你第一次帮人家接生啊？第一次，我手到现在还在发抖。那你有什么感觉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脑筋一片空白。哎，你看，他眨眼睛哎，他眨眼睛哎，哎。
你们这么希望看到别人的不幸吗？你为什么老是把需要协助跟发生不幸画上等号呢？因为发生不幸，所以才会需要协助。我沉默在海底，呼吸没力气，好像快要被忘记。突然想起谁给我的勇气，生命一出戏，来得快去得容易，给太多真心就害怕会伤心，空荡的夜里游走在人世间。谢谢你刚才帮我说话，但是这不代表我认同你的工作态度。看见这个世界万物太拥挤，却把身边互相拥抱的人当作透明的尘埃。是否因为我们都还太年轻，所以用力浪费自己生命，忘记了要提醒自己珍惜。寂寞的泪水躲在黑夜里后悔，谁能拉住我不要再往下追？